明宫佛塔是世界上最大砖造佛塔之一，但也是座没有完工的半成品。还有马哈穆尼寺的大金佛，相传是佛祖亲自开光，有着不凡神圣的地位。印第安人呢，就是一生之中他们至少要出一次短期出家。马哈甘达扬僧院千人僧饭的壮观场面，让你永生难忘。10月19号星期五晚间9点，秘境不思议带您挖掘缅甸的不可思议。